好，朋友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学习峨眉拳啊，传统套路昆仑掌啊。上一次呢，我们是童子拜观音，童子拜观音过以后，童子拜观音的下面，我们今天接下来身体右转，两手合在一起，两掌相对合在一起的时候，身体右转的时候，两手也向后绕一个圈，向下，再向前，再向前，再向前的时候呢，脚跟着身体的转动迈步，那么转动过以后，然后往左转迈右步，然后两个掌向右，身体右转，再迈左步，迈左步以后，身体右转的时候，把两个掌分开，然后分开以后，从下边向左竖起来，把两个掌竖起来，手指向上。好，那么这个马步亮掌，童子拜观音，马步亮掌，然后身体左转，左脚尖外撇，身体左转，然后呢，左转，然后迈右步，身体左转迈右步，双劈掌，两个掌向下劈，一转身，两掌。左掌先劈，右掌后劈，右腿在前，双劈掌啊，马步亮掌以后，双劈掌啊，双劈掌。好，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样子啊，这样，然后转圈，然后啊转，先上一个右步，然后两个手再往前滑一下，然后再上一个左步，然后掌再分开，然后双劈掌，双劈掌啊，双劈掌啊，马步亮掌以后再来一个双劈掌啊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这个昆仑掌呢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这个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次呢再接着学下一个动作啊。今天呢仍然到这个双劈掌啊，好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次呢再接着学，谢谢大家。